写一个卡片放在包裹里，啊，就写亲爱的妍妍，这是王小宁送给你的一片心意，我爱你。好的，对，货到付款，好好好，再见，好。喂，亲爱的妍妍，我在网上帮你选了一件礼物，因为我看你每天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，脚一定会蛮酸蛮累蛮容易出汗的，所以我帮你选的礼物就是防臭鞋垫。什么？我自己留着用。喂喂喂喂喂喂，还好是货到付款。有人吗？那啥，哎，这是梦幻疗养院吗？收一个快递啊。你来的正好啊。来，那个我是一名青年的电影导演啊，我这个有一段戏啊，是一段送快递的戏啊，你帮我试试好不好？谁给你试戏啊？我收一下快递签字啊。你不给我演，我就不会给你签。你不签我拿走了。嗯，再见。不是，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？我那还好几十个件没送呢，知道不？你赶紧签字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赶紧签字。你不给我演，我怎么给你签？哎哎，我给你演行不？啊，给你演。好啊，你现在是一个快递员。我就是快递员。太棒了，你已经入戏了，知道吗？来，顺着这个情绪，再跟我说，跟我说词。请你签个字。不对呀，你做一个快递员，你怎么能这么跟顾客说话呢？你应该温柔一点。请你签个字。这个你应该再亲切一点，亲切一点。请你签个字吧。那个你在哀求我，哀求我，哀求。大哥，我求你签个字吧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个有可能是我对这个角色理解有偏差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换一种感觉，你带着那种痛苦、无奈，你工作了一天，你特别劳累，特别辛苦，你带这个感觉来一遍。请你签个字吧。太真实了。废话，我一天说好几十遍呢啊！我告诉你，货十五，快递费五块，一共20，拿钱啊！你还给自己加戏是不是？好了，就这些了，不用找了啊！哎，兜怎么还拉上了呢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钱呢，这是纸。你听我说啊，是这样一个事情，你呢是不是刚才帮我演戏啊？演一个快递员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戏里的钱呀。啊，我要的是真钱，20啊。我凭什么给你真钱呀？你签收的快递你不给钱呢？啊？这谁的快递啊？你的呀，你不叫王小宁吗？哦，那个。我不是王小宁啊，我跟他不熟。哎哎哎，回来！你不是王小宁，你签什么字呢？嗯，我告诉你，签收就得给钱，完事儿你找他要去啊。别弄丢了。我一个月，我告诉你，挣20000，不差你的20啊。无赖。哎呀，一下半个月零花钱就没有了。小宁，哎，小宁，这有一个你的快递。我的快递？嗯。这不王小宁收吗？哦，对。是我的，快递员呢？啊，那个你刚才不在屋，我给签了，然后他走了。你手咋那么欠呢？谁让你替我签呢？
不是我替你签快递不对，我本来是打算退货的，你说你替我签什么时候啊？你签收着，我不管小宁，反正你得把钱给我。这么的吧，你签收的，你付的钱，那这东西就归你了，你自己留着用。王小宁，我半个月的零花钱，王小宁，这什么东西？王小宁，你废了。喂，亲爱的妍妍，我又在网上帮你选了一件礼物。娘，别打扰我，这打电话。这件礼物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。亲爱的妍妍，这里是王小宁为你准备的一片心意，我爱你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柳护士收到这个鞋垫和这个卡片会不会把自己给气死。把卡片拿出来。喂，你稍等一下，我要开个会。哥，来，我把钱给你，你把这个东西还给我吧。来，我不要。不是，那快递是我的，你帮我签收的。我现在把钱给你，你就给我呗。你说的呀，这个我签了，然后钱我付了，这东西就是我的了，对不对？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，子东？还我呗，好人。我不给。那你想怎么的呀？你帮我演一段吧，我找找灵感，好不好？行吗？好，来帮我演一段啊！行行行，你说演啥？我把机位架好啊。三二一，开始！现在你是一个快递员啊，你去送快递，啊，开着车送，开车送，哎，你上了高速公路，好。赶上十一黄金周，好，十一黄金周过去了。哎，你开车继续走，继续走，哎，高速公路使劲开，使劲开，哎哎，150迈。好，你的车抛锚了。你发现旁边有一个租马的地方，你租了一匹马。哎，继续送你的快递，骑上你的战马，好，走。好，奔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好，你到了，你等你的收件人，你等啊，随着等。哎，这时候你肚子疼，你想上厕所。哎呀，你上厕所，哎，马要跑了，你想上厕所呀？马要跑了呀？你要上厕所，马跑了。哎，最后马跑了，厕所也没上成。你非常难过呀，非常难过。你的裤子不舒服，哎，这时候马跑回来，你很高兴，马跑回来了，高兴，好好好，马晕倒在你的面前，给马做人工呼吸啊，给马做人工呼吸，呼吸。好，没有醒，继续啊，继续，没有醒，好。好，马醒了，咬住你的头，哎，咬住你的头。这时候你的收件人来了，收件人来了，要把件签收，让他签收这个快递。哎，好，小宁啊，你这个演的非常的烂啊，你还没有那个上午来那个快递员演的好。我决定这个鞋垫不给你了。张子栋，那个小宁跟你开个玩笑，这样。这个东西呢，我已经挂到网上了，你去网上自己拍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就把钱给你，你直接卖给我就完了呗。不行啊，小宁，我得维护我作为一个黄钻卖家的信誉，你自己上网上拍吧，好不好？行，你等着啊，我马上就上网拍，别走啊。不对呀，你骗我，已经卖出去了。不对呀，我刚才刚挂网上的，谁手这么快啊？我，哼，我买了，给我。我终于知道刘小妍的小秘密了，她竟然用防臭鞋垫儿！我要让全院的男人都知道这个秘密。
你喜欢他吗？嗯嗯，你还喜欢他吗？嗯嗯，我看哪个男人还喜欢他。阿丽啊，阿丽，我给你钱，你卖给我得了呗，一百，我给你一百五。一场争风吃醋的大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块走，跟着我。